怎么称呼啊，大哥？乔楚生，租界巡捕房的探长。姓陆阳，唐亨，三个徒弟。年华从来一世，他心无的手持纸张，只想民国十四年报纸。他和他的乱世，寥寥几笔也是破碎千字，无声光阴里搁置，沉默却想知他与他的月光，并肩过是远万丈，十里洋场。剪裁玫瑰的纸，深海窥见的是提笔编织，来日又转过故事。他们与的偏执，他刻薄的诚挚，守着不知情动，一刻难自制。爱已肮脏，变成不可赦罪证，飞与流年如何方与他共生。若年岁是白纸，情歌变作唱诗，他曾来世之那关于他太奢侈，留一晚自情诗字句，不为人知，写在他眼底，念在他不想他时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赚钱，那以后我就是你钱包，然后带心爱的人。巴黎、伦敦、纽约，喜欢哪一个？那巴黎吧，一起去环游世界。余生愿造成之火星剑客泪之年少，真以为我他敢对他造次喧闹，皆是万千人潮街中，而至少年却只固执走向他影子，同他分场破晓时分的天光，君一夜细数掩藏炙热眼眶。曾握强的手指，摆正零件位置，某年某日某位称他最知识，如月升转而至，等他与他离世，他问他是奉上玫瑰与戒指。好梦终将要散场，他这样想，并可惜然何一生自损满堂。祝你幸福。若年岁是白纸，情歌变作唱诗，他曾来深知那光阴，他太奢侈，有一万字情诗终究无济于事，他遇见他时才是他一生情诗。如风声雨乱世，硝烟掩埋城池，是他没信仰，让期望的来世，他藏起的情诗再无人可窥视，他与他永远停在相逢的秋日。早啊，陆先生。早啊，乔探长。